宋林宏这个查某，伊硬要载我来看中医，一定是无好心的啦。斩草爱除，要除草彻底。你真正要害人哦！是你把我的计划给讲，你到底欠伊什么啊？你还伫安尼伤害我林家，林家到底安怎教育？竟然安拍家己的亲生爸爸，你呢？不可能！哇，这是你的亲生老爸，杜生。三立台湾台三十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阮做手机拢卡袂通，伊到底是走去倒？谁拢找无人？那恁阿多靠谱啊！来我遐，多电话恁要拍。这个伊真正是万念俱灰。我即马绝对会权力，互你转去恢复校长这个职位，啊，较自私一点，爱替你，啊，佮你的母去设想。一点钟以后，就是甲宋丹青要去后巴上，带来水泉哦，三大只。为了甲我急死呢，丹青阿毋是无互这查某害过。那个叫你相信你啦，我是哪安尼？公英啊，你有危险吗？你敢知道？你真正在杀人啊！是不是你把我的计划改错？你把我妈讲的话，我都听着啊。不是林子倩嘛，对吧？刚刚你真正是来这跟这帮约会啊？你意思是讲你已经知影是谁做的，而且你是啥个人？你讲啊！你讲啊！是吴静玉啊！当初吴金玉想办法接近我，就是想要换伊的鬼魂吧。伊将我真心真意对伊的爱，等你拖到大家嘴鼓鼓，要离婚，哪会？你这边是在讲啥？伊无爱你，伊要跟你离婚，这边哪有可能啊？林家到底要怎教育伊？竟然拍家己的亲生爸爸，宋林宏，小大杜光亮公，此生是以好事。你呢？哇，这是你的亲生老爸。所以你和这杜子生。